他本身是长寿三尊吧？啊，白度母尊胜，还有这个长寿佛，这三尊呢，被称为长寿三尊。这个对于健康，对于是有益的啊，对于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尊胜佛母，那追尊呢？因为有尊胜两个字，佛顶尊胜，就当初的时候出现这一尊呢，是主要是一个咒日，Om Brom，Om Brom，Om Brom Hum，Om Brom。那么以前普光上师叫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都要念 Om Brom，Om Brom。那以后呢，因为在日本他们是念 Om Brim，Om Brim，Om Brim，所以采用了东密的这个念法。这个 Om Brom，这也是一个念法。有人念 Om Brom，也有人念 Om Brim。那我们经常念 Om Brim Om Brim Om Brim，就是跟 Om Brom 的意义是一样的啊，都是尊胜的意思，最胜的。可以讲是佛顶尊胜佛母，佛顶尊胜佛母，这一尊好像是尊胜雷藏寺的那个哈，主要的它的墙上都是这一尊吧，它是很大的一尊啊，长寿三尊。阿弥陀佛就是长寿佛，那么这一尊呢，他的光明最盛，他的功德最盛，他的法力也是最盛。健康长寿是长寿三尊之一。